DM introduction to DL. 先天大道简介 Introduction to DL. 中英最早先天大道简介一和为先天大道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三求道是求什么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五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六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一和为先天大道先天大道又简称道我们若仔细地去观察心窍开悟之后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序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也都有一定的法则